EKEE伊維特，今日帶大家嚟到中環蘭桂坊嘅點心代表呢一棟咧叫 Century Square 嘅 building 咧，其實上次已經同大家上過嚟噶啦，但係嗰次咧就係去食一風堂拉麵嗰、那個龍蝦拉麵咧。今次咧我哋就落地底嚟到呢一間叫做點心 Icon 嘅鋪頭，咁佢就啱啱喺中環開嘅啫。之前咧喺九龍有店嘅，但係九龍啊嘛，我當然未去過啦。咁我知道佢上一個 crossover 咧就係、是、蛋黃哥嘅。咁雖然咧有啲吸引，但係我都冇試到，因為咧喺九龍啊嘛，係啦，再次重複呢一樣嘢。咁今次開喺中環咧，就天助我也啦，即刻過嚟試下呢個最新出嘅 Little Twin Star Crossover。之前嗰個餐牌咧就係門口噶啦，咁跟住入到呢個係點心紙啦，我已經鐵定咗咧要食嗰個椰皇同埋蝦餃噶啦。大家望一望呢個地方，呢個地方應該唔會係你哋嚟飲茶嘅地方，因為咧鋪頭嘅呢一 part 咧係將會俾一啲一啲嗰啲叫咩啊站食啊、立食啊嗰啲日本嗰啲咧，俾你企喺度食啊，食完就走啦嗰啲 area 嚟嘅。咁出邊咧先至係正常飲茶嘅卡位。咁但係因為今日搞 event 啦，就俾咗呢一 part 我哋去試飲呢個茶。老實講，嗰日嘅舒適度咧就係爭啲嘅，但係你哋之後去咧就應該唔會坐呢邊噶啦。榮譽。我哋啱啱有一个咁古怪嘅反应咧，话说咧，我哋坐呢边咧系极之大风嘅，大风到咧嗰张纸系会飞起咁滞，但系你揾只杯压翻住张纸啦。咁但系如果佢熄咗风咧，大家又会好焗喎。你见到今日咁多人就知啦。咁所以嗰个风咧系时开时散嘅，啱啱咧就散咗。其实好大粒喎，我头先一啖怼咗落口咧，跟住有啲唔系好喐到。冇誇張，真係唔係好喐到，要咬開一半嚟食嘅。咁咧呢個蝦餃係其中一樣我推介嘅嘢啦，因為影相咧都好靚嘅。雖然有啲男仔咧就話我哋係嚟食貼紙同埋食色素啊，咁係咁噶啦，大佬啊，都係求影張相啫。咁如果影張相之餘又 OK 好味嘅，咁就過關噶啦。咁呢一壺咧就係佢哋叫做花茶嘅，咁但係我覺得味道咧就係中國茶。腸粉啦，腸粉都是那些很大隻的蝦啦。那這個什麼塔呢，我是沒有吃到的，因為很飽了。這個椰皇呢稍後會吃給大家看。那你看看我們叫了什麼吃先，有包啦，有這個蝦餃真的很漂亮，一定要叫。那另外就是燒賣，是在個袋子上面貼了他們的公仔。那暫時大約就是叫著這麼多先啦。阿 Bambi 大廚咧就要鋪到啲嘢好靚好靚咧，跟住影一堆相咧先可以食嘅，大家。我要食啦！我要食啦！其實除咗嗰個蝦餃皮係有少少粉紅色、粉藍色之外咧，我又唔覺得其他食物有好多色素喎，即係主要都係加貼紙喺面啊，所以咧我唔覺得係特別冇益嘅。咁 Twin Star 咧都好容易整得靚啊，因為好多點心都係白色底噶嘛。而家食緊呢個燒賣咧，都係好味嘅，都係好大嚿嘅，要分兩啖嗰啲啦。呢度除咗搞緊呢個 Little Twin Star 嘅 crossover 之外咧，其實你都可以叫正常嘢食嘅。我見到其他台咧都有叫啲哇肉絲炒麵啊，整個飯吃一下先嗰啲。轉個頭咧又撞到朋友啦 ，Fashion Blogger Number Seven。Hi， 好多人食嘅呢個 Little Twin Star， 係啊，成場都識咗好多人。係，撞咗幾多朋友。漏啦！我啱啱讲紧啲咩漏呢？其实咧坐喺我对面嘅 Bambi 咧就食紧呢一个流心嗰个奶黄包啊，好夸张喎，即刻漏出嚟喎！我而家咧就食菜肉包先，因为我咧系要食晒咸嘢先可以食甜嘢嘅。菜肉包咧极之热啊，里边包同餸嘅比例系50-50度啦，即系唔系包多餸嗰啲嚟嘅。好大风啊！吹走咗，
見唔見到嗰張紙飛開咗？我都話咗呢度好大風噶啦，如果開風口嘅時候，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就食呢一個椰皇啦，係我其中一個目標嚟嘅，因為除咗佢個樣靚之外咧，我都係好中意食椰子噶。哇！呢個勁好味喎。呢一個椰皇咧係受到多人高度嘅讚歎嘅。咁頭幾啖咧係好好味嘅，你見到我畢到一啲好固體嘅嘢出嚟啦，有啲似燉奶。咁但係一路食落去咧，佢就係液體多啦。跟住就唔知點解，連我呢個甜甜星人咧都覺得越食越甜啊！食開甜嘢就繼續啦。哇！呢、這個流沙包真係流曬出嚟嘅。咁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咧，我諗都係要落好多油噶。又係我啦！哎呀，我都走。啱啱呢個就係 Carina 啦，喺咁逼嘅人海中，仲要孭住個吉他行過嘅咧，係林德順嚟嘅。好，我繼續食我嘅嘢，同正常餐牌當中叫嘅椒鹽鮮魷。食啲冇益嘢先。哇！我頭先漏到啲網喺度。去完食 Little Twin Star 翻嚟咧，有啲到喉唔到肺嘅感覺喎，唔知點解。我唔係講食物方面到喉唔到肺，我係講條片。公司的燈光咧好差嘅，希望大家忍耐一下啦。但我而家好頸渴，要飲嘢。咁咧翻到嚟鋪頭咧，我就想同大家抽下卡嘅。呢一副咧 Universal Love Oracle Card 我係好喜歡嘅，一副充滿愛嘅卡。咁就同大家抽下啦，抽下關於愛情嘅事好唔好啊？幫呢一年做一個總結咁樣啦。是咦，即刻 get 到。啱啱呢一年咧，大家好似爱情嘅爱系有嘅，但系好似忽视咗自己，忽视咗自己对自己嘅爱，同埋自己对自己身体嘅爱呢样嘢咧，你自己 get 啦吓。系啦，虽然头先讲系爱情，未必一定系男女啊，或者女女或者男男啊，乜都好啦，即系未必一定系嗰只爱情嘅爱啦。但系佢讲呢个系比较大啲嘅爱，你可能俾咗好多时间你喜欢嘅人，你俾咗好多时间你喜欢嘅偶像，又或者系对其他人嘅爱，但系你完全忽略咗自己喎。啱啱呢一年，其实我都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嘅。而家開始自我訓話啦，即係可能我每日掛住解答人哋嘅問題，但係冇理到自己嘅問題啊，即係類似呢啲嘢咧，咁我成日病啦。希望大家嚟緊呢一年咧，自私少少，將個重心放翻喺自己嗰度，留意一下自己嘅心靈同埋個身體有啲咩信息發俾你，甚至乎係你發咗啲咩夢，你發嘅夢都係一啲上天又或者係你自己內在潛意識想話俾你聽嘅信息嚟嘅。咁所以咧，嚟緊呢一年即係多多留意同埋關注自己啦。咁咧講完呢個卡之後咧，係啊，未完啦，因為咧。我又不想特登拍一條片為了這件事，咁既然今天條片覺得有啲到喉唔到肺，就不如我講埋啦。就係咧，我鋪頭咧嚟咗好多新嘅石同埋水晶，喺外面咧係唔多見到嘅，例如呢個勁得意嘅雷公石啦，佢係隕石嚟嘅其實。咁大家其實有機會可以嚟我鋪頭，真係揸下喺手 feel 下佢嘅能量，因為全部都唔同嘅。咁我推介幾隻啦，因為之前咧講過呢個天河石咧，其實幾多人中意嘅天河石。咁咧有啲石咧，我會叫佢做即係比較乖豬嘅石。咁乖豬嗰啲石咧，就係個能量比較溫和啲嘅，可以令到個人 calm 啲，帶嚟好運啊，又或者係 balance 翻你成個人啊咁樣。咁另外可能有啲石咧，就係有啲人話：哇，我要錢啊！又或者係即係我要為咗我個事業衝衝衝啦，或者俾啲自信心我，令我強啲。咁又係另外一批嘅石。咁咧溫和啲嘅石咧，仲有呢啲啦。呢個叫東陵玉啊。咁咧佢有分淺色同埋深色嘅，淺色就係咁樣，比較晶瑩通透啲嘅，係啊，你覺得佢透透地明咁樣嘅。跟住深色就係呢個色都好靚，我覺得。咁咧其實我哋個人係有脈輪嘅，脈輪咧就係一啲我叫做能量中心咁樣嘅嘢啦。咁佢係每一個脈輪咧有相對唔同嘅顏色，嘅光。咁如果咧綠色咧就會係你嘅心輪嘅。
它會令你的心咧覺得順暢啲、舒服啲，都是溫和嗰一邊。有很多人咧表達能力有問題嘅，即係呢一個年代咧，點解咁多人匿喺屋企喺度做嗰啲咩啊？鍵盤戰士啊，即係打字啊大大聲，但係叫你出嚟講咧就咁咧。呢一班人咧，其實佢哋嘅喉嚨咧係需要強化嘅。咁我哋有好多隻咧，喉嚨就係藍色嘅咧。咁我哋有好多隻譬如呢個藍玉水啦。藍色的石就可以幫到你這一方面的東西了，它中間那層好像透透地這樣的，我不知道你見不見到，是啊，藍色的石就是對應你這個位置。還有這個藍線石，彩虹石，因為它是天然石，所以它的樣子是會有點不完美的，這件事是很正常的事。例如這些恐龍蛋，恐龍蛋很搞笑的，它有一邊是打磨了，你就可以平放，但我覺得看到裡面也很漂亮。它有一邊就好像白蒙蒙，好像有一層糖，但它不會掉的。其實它就是紫晶、粉晶和白晶來的，它有三款，是的，都是有一邊打磨了，看到裡面。剛才說的還有我覺得很漂亮的就是這個，這個叫天使石，它是幻彩的，你是會看到一個彩虹色的，都是極之晶瑩剔透的石，覺得它好像冰，好像冰粒。如果喜歡銅銅鐵鐵樣的還有這一款啦，很多，不好意思說極都說不完，因為它這些不是你普通水晶譜很容易會看到的東西，所以我又想在這裡給大家看一下，買不買都看一下嘛。這個是貓眼石，但是它全部都不同色的，好漂亮啊，又是透透地。它是透明的，即是你放手指後面是會看到手指的影子的。好了，最後了，我不說那麼多了，其實不止那麼少款的，有很多款的。最後這個真的個個大家都看得很奇怪啊，這樣，所以我真的想給你看。這個叫沙漠玫瑰，很搞笑，還有我覺得它的能量是很舒服的，所以呢平時沒人的時候我都會拿它在手上 feel 一下。如果你學 Angel Card 的朋友呢，我都幾建議會買天使石的，即係頭先咁多種石佢哋有咩功用啊嗰啲咧，我就唔逐一講啦。我會得閒咧會 post 曬喺 Instagram， 即係我鋪頭嘅 Instagram， 咁大家可以follow， 係啦，可以 follow 呢、這個。咁我就得閒就會 post 一種石，就會詳細咁樣講佢究竟喺邊度嚟啊，佢有咩用啊咁樣。咁但係頭先講過呢、這個有幻彩嗰個天使石咧，如果你嚟學 Angel Card 咧，我幾建議你買呢只石嘅。佢咧係嚟自歐洲嘅。它有平靜和諧啦，令我們目標清晰啦，提升你的靈性和智慧啦，打坐的時候更容易入定，這個是它說的，還有邀請守護天使為人生提供指示。其實它叫得天使石都會跟天使的能量近一點，所以有閒就來我店裡看看啦。我店裡就是沒有一個 opening hours 的，你是要約我的，就算你想來、最後看完都是不買沒所謂的，是啊，你約我啦 WhatsApp 這個電話，約個日子時間，那我們就見面啦，今天是這樣先，拜拜。呀，同場加映 Project Eyewear 又來瘋狂試眼鏡啦，因為他們最新推出了這個12g 的眼鏡，日本太金屬，即是日本做的，所以搞了很久，研究了很久，好癲啊！旁邊個通花12，咁細個字都整到。呢、這個眼鏡咧係佢哋鋪頭無人嘅眼鏡之中咧，我最喜歡嘅其中一個系列嚟嘅，因為好薄啦，好輕啦。我平時戴眼鏡咧，會覺得個鼻好攰噶，有陣時貪靚買嗰啲膠鏡太厚咧，其實是夾硬戴的，很快就會除，同埋跟住就不會再攞翻起佢噶啦。以後咁同埋佢最正咧，就係有嗰個鼻托位啦。
我戴一啲褲，佢哋成日笑我似小雲。我哋亞洲人咧個鼻唔夠高咧，所以嗰個鼻托嗰兩粒嘢咧係好重要噶。咁佢間鋪頭咧，其實就喺我間鋪頭嘅附近嘅啫，就係 SOGO 後面啊，洛克道。咁大家如果去開佢鋪頭，又可以去我鋪頭。去完我鋪頭又可以過翻佢鋪頭，咁佢都有正常眼鏡賣嘅，都有驗眼同埋正常嘅 contact lens 賣嘅。今日係咁先，我哋出年再見，拜拜。